缥缈乱世，群雄聚首。寡人需要一个能守我刀剑的人。我拿刀是想救人。苍茫浩瀚，英雄史诗。行动斩断队伍即将开始。继承斩铁剑的人，就应该去守护更多的人。最终能成就英雄的，他们不行。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，敬请留意天下卫视 Toyota 钻石剧场《九州缥缈录》。